那你为了这个《摩托罗拉》特别写了一首歌曲，对不对？啊，写下这首歌曲，你看，就那一个手机能怎么写歌呢？ I mean, how do you write a song for a cell phone? I mean, come on.怎么写歌？其实老实讲，真的蛮难的啊，真的蛮难。但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写中国风类型的歌曲。那我在想，怎么样能突破自己？因为现在太多人写中国风的东西了。我从双节棍写到这边来，后来想一想，要不要干脆不要写好了？后来方文山呢鼓励我，觉得为什么你自己开了这家店，后来人家跟着你一起开店之后，你自己要倒闭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，我后来想想啊，没错。我应该要继续写下去，是不是呢？对，所以呢，写这首歌，我自己觉得很屌，符合阿猫的精神。它应该是代表什么呢？这首歌啊，代表华人的文化。华人的文化，对，叫《本草纲目》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一个全球首播的 MV。没错。什么样呢？马上看一下，音乐要大声一点啊，外面的音乐才能听得到。